破戒真从小还是人类的时候，被同学嘲笑一大一小，因此死后还产生了怨念。我们的破戒真誓死，就算是做鬼，也要把两只脚长一样大的人都杀掉。看一下王朝关卡，第一次来到这里。这什么？日本武士？这个好简单哦，刚开始而已，然后给3500。不给用这个是有限制的、啊。好坏啊！后面怎么？等等，还有哦。好，我以为做前面而已。啊，试试看好了。怎么感觉有点太过简单的感觉啊？插他，我要插这边了。剩下的这边有一只啊。大家都忘了我了，还有这里呀、啊！我们赢了啊！难，快点啊！结束，后面很难，真的假的？一定的啦，这个一定是慢慢的越来越难嘛，怎么可能会给你那么简单呢？开始有令甲，5只啊，10只、15只令甲，15只令甲，前面来个这个啊，5500。我知道大家又说弓箭女啊、不能用，她一样锁住了。I'll put， 她会不会掉下去？不会，我会掉下去说。我觉得这两只宙斯应该基本上赢了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她躲过去了，什么劈一下就被散开了。他在劈这里的，直接被弹开啊！好像有个掉下去的，真假的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的宙斯有牵制技啊，那些忍者基本上动不太到我们宙斯的一根汗毛。有没有赢了啊？结束了。怎么一只真鱼？靠背就是这个，我的队伍要准备飞天了。这喷火是不是？我们队伍准备要飞起来了，准备要起飞了。有人说这是破戒针是不是？这破戒针哪有那么小一只啊？破戒针从小还是人类的时候，被同学嘲笑一大一小，因此死后还产生了怨念。我们的破戒真誓死，就算是做鬼，也要把两只脚长一样大的人都杀掉，钳制一下那些弓箭手啊！而且我想要看牛飞起来长什么样子，我还蛮好奇的。这样子呢？好，准备冲喽！哎呀，不是，包夹完了牛飞。猛！干嘛先把那个洗屏的，妈把那个洗屏的禁言，鸡巴人，这洗三小，等一下哦，好了，猛！没有死猛！干，直接跟着他们对干。超帅的啊！被插上火箭，利用敌人的装置来施展空中回旋戟。哇，这个是一只有智慧的牛啊！这个牛超有智慧的，还知道怎么运用敌人对给予他的战术。然后现在换他掌舵了，有没有？你看他现在准备把这个龙呢，拿来当成自己的武器。
啊，就掌陀失败死了，被一群大神给揍死了。这群大神还跌倒，看好好笑。啊，这群大神说今晚加菜啊，有牛肉可以吃啦。啊，我弓箭手还在哦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些居然可以存活这么久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可以存活那么久了，这些僧侣根本就没伤害啊，顶多把我们打下去而已啊。啊，死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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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情况不太妙。哇，新流派射弓箭，哈哈哈哈。哎，要爆啦！看这样的弓箭你射出来，我给你信。你是怎么拉弓的啊？哦，嘿嘿嘿嘿，干死了、哦！还有另外一只，还有最后一只。射啊！等什么？哦，完了，我要被他推下去了。霸凌啊 ！No！ 啊！看这站在树上可以吗？他会不会站在上面，然后跳超高，然后摔下去？好像会。快先把他打死，然后再去打那个家伙。哎、欸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哇，跑错边啦！哎呦哎呦，这可以这可以，为国捐躯为国捐躯，完了完了，死去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插他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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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有机会有机会，哇赢了，哎快笑死。果然先发制人是对的。啊，过了过了过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又啊？对，现在所有的关卡都是这里哦，有点腻了，我觉得。王朝战役全部都是这张图，可不可以换点别的啊？哇，居然！哎、欸，好近哦，这么近，它怎么贴这么近？那这边是不是也一样？哎、欸，这边也一样哎、欸。我觉得一样是维京人战法、欸，我觉得那维京人战法真的还蛮好用的，因为他会跳啊，跳过去就是速度取胜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先按个暂停，来看一下整个局面，有没有一个跳过去，然后那个连射都来不及射就先垮了，有没有？黄战士维京人真的很强，我要打快攻，我真的比较推荐维京人战士，然后再来推荐哈维快攻，我觉得就这两个最快。哦，不要跟我讲说那个什么开那个手推车的，跟那个智障一样，好像喝醉或是三宝在用的，没有用。你开过去，你也那三个人先翻车，翻车站不站得起来又是重点。我觉得那个1000块的那个。推车的那三个人真的是很废，因为你推过去，你翻车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三个人到底还没有活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维京流，你是什么流？维京流，怎样不服吗？能过就是能过，飞起来了。你看，这跳过去那一瞬间，他们箭矢根本都没射到我，啊！啊，完了完了。嘿嘿，哇哇哇哇！啊，死伤惨重啊！嘿嘿嘿嘿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他们活人啊！哎、欸、啊啊啊啊！还有吗？哎、欸、啊，这边这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交给你了！你是维京人仅存的希望，就剩你了！闪过他的，哎、欸，他去哪里了？哦，在这里啊！吓我一跳，我怎么不见了嘞？我们看，气绝之前的最后一批啊！你的英勇长存人心，两台炮车没了，就这样子啊！那、啊、这一关也太亲民了吧！哎呀，有忍者，
不仔细看也没看到哎、欸。三只忍者，乌鸦人，乌鸦人太慢了，乌鸦人攻击速度真的是不优。乌鸦人攻击速度真的是不优，超废的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机会哦、喔，我们为金人复活了。还有这个距离有够远。啊靠！陪着弩炮车翻什么啊？你在射谁？你在射谁？你在射谁？射得到吗？哎、欸，有解体了，赢了。哎，不错哦，胜利，胜利，胜利，莫名其妙。果然牵制战术有用，居然赢了。令甲两只，这件还好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宙斯了吧？宙斯做起来，要做3600，应该可以啊。我们后面呢就补血的后宫队，好吧？我看你这样怎么死，死不了好不好？啊，对哈，我忘记他会挡了。哎、欸，可是好像还打得下去哎、欸，欸、可以哎、欸。啊啊啊！别、啊，嗯 ，no， 我要掉去。啊啊啊！嘿嘿嘿，打太慢了啦！啊！我总觉得我等一下要被你们打脸了。啊！看我们的补血兵团死去，然后我们再给我们国王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国王，让我们聚集一下，这样子。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攻击我们的祭司了嘛。我们只要祭司不被攻击，基本上会赢。完了完了，被波及被波及了，好死去。主要是忍者的问题。哇，这样我就没钱了、欸。看骑士也太贵了吧。这样有没有办法？抑制忍者呢？干我花的！弓箭手超级没用，下去，哎、欸，乖。有，这样其实很能挡啊。这是干嘛？抖肩舞，抖抖抖！完了，那个忍者来了。我觉得这一局有那个骑士在还可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死了！啊啊，活人嘞、哦！我看到了弓箭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哎、欸，黑马、啊，这家伙是黑马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就是你知道吗？妖公仔啊，这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正在那边打仗了，打到后面就是用剪尾刀的那一种啊。你们学校或者是你们公司有没有这种人？就是这种人啊，就是那种剪最后一刀有没有？然后再之后再上台邀功这样子。剪头狗有没有？哦，台湾之光啊，什么东西的，跑去握个手这样，尾刀哥啊！我打游戏也有这种人哦，不管啦、啊，游戏或者是什么，都一定会有这种人，墙头草嘛。对啊，剑锋驼转啊，风吹，风往哪倒？哦，
就往哪去？啊，树往哪倒就往哪去啊！我光一下，投石车放屋顶哦。对啊，试试看。刚刚有人这样讲嘛？放三角，是谁在跟我讲屋顶？试试看。你不要说屋顶了啦，他连射都射不出来啊！哎，把他们引到水里，行不行？天麦满袋，我们的投石哥呢，终于找到他们人生的。Oh my god！ 不要吧！对对对对，走到水里，走到水里，这是战术。啊，好像恐怖游戏哦，吓死谁啊！你看啦、啊，有那喷火烧到自己人的啊、哦！哎，我死了。弓箭手放屋顶，绝对没有用。他们会走下去，要不要看一下？你会知道，你会不想，你会发现他们不知道在冲安小，全部就像已经盲了，心盲这样子，然后还摔死，有没有？你不要太相信这游戏的 AI 好吗？你们要把它全部当成像智障一样，他们看到前面有谁就打谁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要怎么穿过建筑物，然后你跟我讲说把它放屋顶。你就会看到这种情况，真的不要把他们当成人看，我们要把他当成是智障，知道吗？哦，真的千万不要把他当人看了、啊。然后等一下这个东西，这家伙过去了之后呢，把他们全部烧死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四只乌鸦各派一波，应该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放火烧咯，太早丢乌鸦了吧？会不会有点早啊？哇，怎么有点感觉，跟我预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啊？没关系，乌鸦数量很多，基本上有机会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胜利！怪怪，哎，哎，是谁啊？哪里过来？你给他扭屁股！对对对对对对，自由的象征，香蕉君在这里。电臀舞，猛男，有没有去 gay bar 看过这种画面？有没有很性感？不会吧，死局了！我看我还是先吃饼干压压惊好了。哎，赢了。也许他会迟到，但是永远不会缺席，是不是？各位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如果认同，请打四。不是我们看一下这边有谁。四吃什么饼干啊？吃那叫什么？番薯片，番薯片不错吃。哎、欸、这关怎么感觉好像很简单啊？投石机跟长毛兵，这好简单啊。他给我多少钱？2700。哎、欸，我、啊、只能用这个、啊。看，直接就武士哥啦。哎、欸，不用解锁啊，不行。试试看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，他有没有办法，他有没有办法弹石头啊？我蛮好奇的，石头他可不可以弹？弹了啊，等什么？好帅！哇、哦！哎、欸，这是弹石头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是弹长矛。砍！
砍！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武士精神。哇，你根本差自己人啊，大哥啊，同类啊！完了，这个雷。干笑死，赢了，这关好简单哦。怎样？这后面是作者不想做，是不是？全部都放原始人。不过他后面这个双斧战士其实攻击真的很高，而且速度又很快，但是缺点就是血少。哦，这五只解决掉，基本上这只我们就赢了。猴王，好。啾！嗯啊！爆炸！哇帅！干死掉了啊！那斧兵攻击太高了，不行不行，烧死你们！不！他们讲不，赢了。哦，好简单啊！一下都烧光光了，欸，大象欸，难得有大象出来了。然后一样只能允许我们用这个，我们看大象能不能飞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让大象起飞，准备 ，Go！ 太重了，飞不起啊！啊！可是暂时性的有牵制他们啊。那大象能够飞起来，一定超好笑的。我觉得要用猴王，不用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赢，你信不信？绝对。要不要看？如果没有赢怎么办？你们秒死，是不是？好残忍啊！有没有觉得很残忍？没有哦，那就更残忍一点啊！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这下就这几只稍微乱一下就好了。忍者的话也是可以啊，但是单位太少了，我宁愿用烧的。啊！死去。哎，没死啊！哎呦，你是第一个承受我一击还没有死掉的人。不过这一下去，你绝对会死啊！死了，帅！哎，这是故意的吧？怎么后面越来越简单啦？大象就要用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嘞。哦，很可以哦，就这样子。不能用弩啊！我现在被限制，只能用王朝派系啊！我被限制了。快点瞄准大象！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快开啊！有了，死了，大象死了，剩下一些残党。嘿嘿嘿嘿。哦，让你变一个大字，完了，奴家要死了，奴家要死啊！哇，这姿势好 happy 哦 ！I believe I can fly。然后你看这个有没有像我们现在 FB 流行的动作？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这个应该可以来个截图做个纪念哦，太有趣了。是。有大象死了，哦，我们这边的喷火还在，有希望，有希望啊，没希望了，死了！我靠，这么猛啊！哇，完蛋了！哎，这要自爆了，这家伙一起死啊！哇，没有，哎，赢了，太神啦！万箭穿心流，小矮人。跟镰刀姐，
还有什么？还是只准许我用这个哦？好故意哦！只好用这个来惩罚你们了。飞！I believe I can fly！ 哇，精彩的表演！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啊，镰刀不要！啊啊！哈哈哈哈！我操！啊！完了，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。我们这个位置需要改变一下，这里，然后不行啊，这个被树挡住，再后面一点行不行？飞喽！有，可以，一个大爆炸，然后有一些掉到水里，有没有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！我靠，这个怎样？完了完了，炸自己了！所以，哇，这个飞去哪？这好乱啊！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有有有有有，耶、yeah ！哇塞，这局要赢了啦！这局要赢了，你看。这已经放弃人生了，有没有自己掉下去 ？No！ 就跟我的人生一样掉下去了。还有吗？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个姐姐啊、喔！姐姐！哇，掉到水里了！然后这个死法不错。哎、欸，他们是要去哪里啊？哦，赢了，好险，吓我一跳。